你就是你有空来帮他量了，早中晚或是那个他要钱有没有，嗯、再量量看。那其实 他晚上不是会大概几点要吃药的那个钱，你不是像小琪不是六点半到七点半，你不是也会来吗？嗯、他那段时间他应该或许还没吃药，他可能是早上